拜的哲学其实就很特别，因为我们平常每个礼拜五都在这个好办，就是隔壁民族路35号这边的好办的共同工作空间来进行哲学星期五。这礼拜比较特别，我们移师到芦竹区再生基地，那来进行这个礼拜的哲学星期五。为什么呢？主要还是跟我们这个礼拜的主题有点关系，所以我们才来到芦竹区再生基地。因为我们这礼拜要谈说台中绿空铁道，台中绿。好，这个铁道的轴线计划，那所以会跟一些的都市的发展有关，城市的一个发展有关系，那其实也跟我们的文化资产等等的意义，前面都还有位置，这里也有位置，这边也有位置，有一些关系。那我想不管你是台中人或不是台中人，我们都应该来关心说我们身边的这些文化上的意义。所以这个礼拜的哲学星期五我们就移师到这边，因为实际上还有一些待会会做一些简单的导览，好来告诉大家哈。所以很特别。可是呢，在介绍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想要先问一下，有没有人是第一次来到哲学星期五？有的人请举手。第一次来到哲五，来，好，至少三分之一哦，我手放下。其实后面还有位置，后面还有位置。来，那因为其实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到哲学星期五，所以可能不见得都了解说哲学星期五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那很简单，我们是一个公共论坛，所以说每个礼拜五我们晚上的7:30到9:30就会固定在好办共同工作空间里面就举行不同议题的讨论。那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个议题的讨论来呈现出说这个议题它有哪些背后的这个公共性值得我们去关注。那我们需要去关注这些公共性以外呢，我们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大家一起来透过不管你持的意见是同意反对或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意见在想法，都在这个场域里面我们做出讨论来激荡，那来思考出有没有什么样可能的行动的方案。那透过每个礼拜有不同的议题不同的讲者啊，来到这里来跟大家交换讯息交流，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促使说至少在台中的这个公民社会是一个可以更多元，然后让它更深化的一个状况。那这就是哲学星期五它一个背后很重要的目的。那可是呢，其实哲学星期五跟一般的公共性的论坛或者是说跟学术研讨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很简单哦，在哲学星期五里面，所有的人你都是主体，也就是说在场的所有人你才是哲五最重要的人，不是我们站在前面的讲者、哦、那每个人都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或想法，那透过你的意见的表达，那我们才有办法说真正让这个哲五它呈现出我们原本想要的那公民社会的样貌。那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因为我们不是 每一个人都会在那个讲者讲完的 Q&A 的时间的时候都会很勇敢地表达出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每一个人在一开始的时候都要自我介绍。有没有压力？有啊，自我介绍不要担心的哈，因为我们自我介绍很短，因为你看人那么多，每个人有10秒钟的自我介绍时间，可以告诉一下大家说你是谁，你来自于哪里啊，或者是说你在做什么事情啊，或者是说你对于今天的这个主题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说不定你的想法跟我们文案上写的不一样，没关系，都可以讲，充分表达出各种各式不一样的意见，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有差异的，有差异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可以寻求在差异之间寻求共识。那所以自我介绍过程很简单啊，不要有压力啊，你如果真的觉得有压力就说你是谁，然后就可以下一位，好吧？但是希望说尽量可以稍微表达一下你的意见，然后我们呈现出自己的想法的一个表达，都不要客气。好，这个是哲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就是自我介绍。透过自我介绍，你可以其实就可以讲出你今天的一些意见。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因为哲学星期五，我们其实大家想说，哎，那你们是什么样一个组织啊？是很有钱都在办这个讲座论坛？错，我们不是一个很有钱的组织。我们其实是透过
每次会邀请不同的团体或不同的个人来到哲学星球里面来做分享他们的想法或他们的意见。那所以其实基本上来哲舞的讲者他是不领讲师费用，没有什么出席费。哦，那除非我们有一些外地来的，比如说这个北部啊、南部这些外地来的，我们稍微补贴他一点这个交通费用。所以其实我们都是靠这个现场这个，这里有一个益助箱哦，大家离开的时候，你有一些零钱啊，哦，纸钞啊都可以投进去。你觉得不错，你可以做一点支持这样。啊，不用，你如果觉得我手头很紧，因为要过年了，没关系，也不用了。只是说，我们希望透过这种小额的方式，然后我们可以让这样像哲学星球这样的公共论坛不断的可以生存下去，至少在我们台中这个以前是号称文化城，但我现在看起来像文化沙漠的地方，我们可以让这样的一个公共的场域可以不断的延续下去啊。那我们是现在就开始来自我介绍呢，我们要不要从后面开始，好不好？从后面开始，前面一开始因为前面很有压力，都看到我站在这里了，然后他很怕说我麦克风递过去了，他说我刚好要相反。来，我们从后面开始来自我介绍一下，不是？哎，这里好。嗨，大家好，我是叶慧婷，然后我还是学生，然后之前有参加工作坊，什么的工作坊？就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叫做什么计划？绿空铁道轴线计划。好。然后就想要再来听听看大家意见这样子。好。哎，大家好，我叫王慧成，那我是社会人士。在座的各位，我是属于大神级的人物了。那至于这个铁道那个绿空轴线计划，我有报名，但是我只有来第一天而已，因为其他的时间都是上班时间。那今天因为很高兴，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哲舞的讲座。是。那因为我对铁道轴线计划，我是真的蛮支持的。所以我来想要来这边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我寄我一份的心意，谢谢。是。各位好，我是 Nash， 来自成功大学。这是第一次来到哲学星球，然后能够听到大家很开心。我是之前在做系上的报告，然后了解了，看到那个台中文史复兴计划的 FB， 然后才知道今天的活动，然后跟同学一起来，然后很高兴见到大家。大家好，我是奕晨林奕晨，然后现在在台科大读设计，然后就是就是自己对都市议题很有兴趣，然后就是也希望就是这种可以有公共参与的事情，可以有更多人。可以一起推动就很开心，然后对于就是这个整个绿空计划很有兴趣，然后就是寒假刚好回来台中就把握机会来台中的一些活动参加，谢谢大家。然后对于台科陈竹山有兴趣的议题可以的议题有兴趣的话可以再问我，就是在一起跟同学一起在弄。大家好，我姓莫。大家好，我姓莫，我从台北过来，基本上因为我参加过几次的活动啊，我对台中非常有兴趣，是因为台中是一个活力充沛的一个都市，也跟在座的各位一样，就是说它有很多的可塑性。那我对台中的铁道计划，我也希望说能够了解一下，在这方面台中能够做出一些什么样子的努力。大家好，我姓肖，肖怡婷，我也是来自台北。然后呢，因为我是出生在台中，所以就是算半移民台中，就是常常往返。那因为我都坐火车来，所以这一年来，我就一直看着那个火车站，从一直在改变中。所以呢，那我就觉得，那因为我也参加过好几次中立站分析机的那个 workshop， 所以我觉得台中有这个氛围，其实比在台北还让我觉得更兴奋，就是说公民参与的那种精神。好像还要热烈，那我是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机会，那我也希望真正看到这个轴道能够真正的有一个变化。
那也希望这样的讨论是真的被政府或者说主管的机关能够被采用，所以我希望能够看到它被实现。好，我补充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每一场的哲学戏剧，其实我们都有录影转播。那所以说，其实我们虽然不像是政府这有所谓公听会的这个正式的这个效果，可是至少说，在这个录影转播，我们是有存证，也就是说充分表达出公民的意见在这个讨论里面。那也许之后，这个我不知道，格鲁克这边做，他也许之后可以拿出来当做跟政府在争取一些议题，说确实有一些群众表达了什么样的意见跟看法，这些都是可以被拿去补偿使用的。大家好，我是豆豆，然后长很多痘痘的那个豆豆啊，然后我也是台中人，可是我就是退伍之后就到宜兰去工作了。那自从去了宜兰工作之后，我就爱上宜兰，然后开始有点讨厌台中。因为宜兰它很多稻田，很多很多自然的东西，还有很多古迹，就是其实他们现在不都有好好的保存。那台中这几年，因为我住的是潭子那边，那这几年一直在大兴土木，那很多稻田啊，很多东西，我每次会看到很多地都会围起来，那我也不晓得他们到底是要真的是要干什么。然后我想说，就是在 FB 看到今天有这个论坛，然后我想说，既然我回到台中，我就想说多认识我的家乡。多认识你的家乡，回来这边改造它，哦，那你可以让它变得更好。我知道，我是对，好，我会努力。大家好，我姓张，我现在是学生。那我想我自己原本是台中人，之后就跟政府聊，我是后来全家搬去宜兰。那可是我觉得就是无法放下台中，所以就还是时常都跑回来。那很希望借由这个机会顺便关心一下。那我家以前住在大概是七期的边缘，就现在的十二期，那边现在也是面临就是大规模的重化，所以就跟就这位同学其实有一样的困扰，所以但还蛮希望可以关心，就是我自己家现在正在发生的事。谢谢。大家好，我姓陈，叫刘伟，然后我是台中人，我是蓬莱县北上人，然后我北上念书，我很少回家，他被奶奶骂回家，所以有时候回家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每回家一次，台中的地景。所以我觉得我怎么对自己的家乡都没有，然后想说有这个计划，因为本来就对都市计划有兴趣，然后刚好有这个计划，然后其实我自己很喜欢搭火车，然后我觉得每一个火车站都有它的故事，每一条街道都有它的故事，它可能就故事被遗忘，那刚好有这个计划可以让我们再来重新一起写故事。我希望我自己微小力量也可以成为这个计划的一个希望它可以成功这样。很好，我们看到很多在不同地方工作或念书的年轻的朋友都就想要对我们自己的故乡有点那个想法跟改变了。那其实大家如果有想法改变很好，我们就加入，比如说这个文史复兴组合一起来加入这些工作，我们集体的力量，那我们会更努力，然后我们就可以至少说要求政府要做出一些回应或改变。那我觉得这样子相对来讲，他不会比较一个人孤单的做，他可以在这里发掘到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家好，我来自嘉义，我姓李，叫玉婷。那我毕业是我从成大经济毕业，然后所以对都市计划有一些兴趣这样，所以前几天刚好看到消息，所以想过来听听看。我是建军，然后还是彰化。那哲武的话，因为我上个学期，因为我们学校一堂公司课的关系，我跟好伴常常会跟他去接触，所以让我们也连带有时候很常跑哲武这样。那今天这个主题，我最主要的兴趣就是，目前高架化铁路是台湾很多大型城镇都在不断的关注的议题。然后我们彰化有两个。怎么讲很久啦的案例，一个是彰化市它的高架化搞20年都一点影子都没有出来。但南部彰化南边有一个有林镇，它搞了5年一个新生的高架桥可以媲美新屋日的高架桥就可以出来。可是那里面大家看那美美的外观，可里面有人说里面是有很多的黑道啊，去用一些不法手艺去骗取一些农民的农地，这样，所以让我看到很多高架化内部
可怕的纠葛在里面，而我想要透过这个活动会了解一些台中相关。谢谢。大家好，我是台中后代史红。大家好，我是台中人，那我们这几年南下到云林去读书，云林科大文资系。因为这几年在文资系的读书，所以让我更多一些对公共议题的关注，所以我来参加这个活动。谢谢。大家好，我姓吴，我也是在云林念书。那因为就读的是跟文化资产相关的科系，所以对于一些公共议题都还蛮关心，所以来参加今天的活动。大家好，我是玉芳，我是台中人，可是我在台中读书，那我现在三年级，所以也看到火车站有一些变化，像 VIP 建起来，以前那个广场被砍掉一些，所以觉得有兴趣，所以我来这里。大家好，我叫李国豪，然后我就是在高雄念书六年，然后现在就在台中，然后其实我做。未来会做的应该是类似节约那样，就是那种对。然后其实我也是很想这么长，可是我觉得土木跟设计系来讲，根本是点点的那个地方，因为很长，就是被攻击这样。对，谢谢大家。那你觉得等一下你会被攻击吗？就是其实就是像做一个捷运，做一个公共程，就是在我们的认知里，就是、不是我们能在我们学校训练，几乎就是逢建必反的那种感觉。对对，所以其实我。还蛮想动，尤其还有其他的其实我们就刚讲了有差异没关系，我们再差异到全球的共识。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然后是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然后正好了解到就是有一个讲述台中历史的讲座，所以过来听一下。好，非常欢迎中国的同学来。学妹，我是学妹，大家的学妹，是我有人年纪比你轻的怎么办？他觉得被你吃豆腐。好，男生吧，对，然后念医学相关，然后这次是就是刚好来这边，然后招待就是这位北京大学的同学过来， okay. 对，希望可以他来感受一下我们关于就是议题讨论的兴盛，对，然后看一下台湾的公民社会的对对对模样这样。然后希望就是很期待大家。之后的表现。OK。大家好，我是张瑞仁，然后我是高雄人，然后在台中读书。对，然后之前就是有修过通识课，就是有关都市计划，就是来这边参观过。然后今天晚上就有同学就邀请我，就想说来听听看哲学心情。我是从这个对这个题目有兴趣。那西部纵贯现在这个时期的全通是在台中举行，就是说现在的台中公园的那个五星亭是它的纪念物。那所以我很高兴看到台中这个地方能够讨论起关于铁路方面的一些保存的以及文化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在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台中车站绝对是整个台湾日本时期发展史上的很重要的遗产。所以我看到现在很多不管是中央或者是地方，他们对台中历史地位的一个抛弃或者是忽视，或者是刻意的要去把它改造成一个遗忘的历史。那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台中人会感受到失去的。所以希望这个议题能够唤起大家对台中铁路历史的一个重视。大家好，我是赖正豪，我是我们建筑系的学生，然后我是一直在寻找什么是台中的文化，因为号称文化水师，我也找不到什么是专属于台中的文化，然后我想应该是铁道的，然后我就来写一下这个，谢谢。
大家好，我姓白。那今年高三刚考完学测，那道地的台中人，出生在台中19年了，然后住在台中20年。就是现在应该是我上个礼拜有参加折舞，然后应该是上个礼拜3倍的人数这样。然后我相信跟很多现场的台中人一样的心情，就是关于关心这个城市，而来到这个论坛。谢谢。大家好，我叫威仲，我是彰化人。可是我小的时候，因为我爸爸工作的关系，我有很多年住在台中。后来搬回彰化之后，我国中、高中都还是在台中念书。然后就是住在学校里面的宿舍，然后假日的时候就坐校车到车站这边，然后搭火车回彰化。所以这个地方，车站这个地方算是有我许多青春记忆的地方。这样子感觉好像我的青春已经渐渐的一直在消失。那我是去年的时候因为一些因缘机会回到台中这里工作，然后在这里租房子。那我会觉得我大学的期间是在北部念书，那回来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跟我现在的台中跟我国高中的时候其实已经有没有说变化非常非常大，但是也不小。就譬如说文心路，以前我觉得文心路很宽，但是现在文心路就被着那很大的那个高架给就是占去了一大半这样子。那就是在之后的 FB 粉丝专页看到这个计划，那我就来想想，就是有许多我青春记忆的地方，未来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探讨这样。谢谢。好，谢谢。不好意思，我们等一下，因为我们今天人真的比较多一点，大家稍微要加快这样自我介绍说，好吧？好，开始。大家好，我叫玉成，今天是第三次参加折舞。那今天参加折舞，第一次想了解铁路高架对台中火车附近的游行之后会造成怎样的影响。那另外一个参加的原因，主要是之前有追踪台中复兴社那个的社团，那了解他对台中游行的文化市场付出蛮多的心思，那尤其是针对后火车站的那个台铁出车部分，那今天主要。想知道他听他一些想法，好，谢谢。大家好，我叫史努比。那我的一生，40年前在这边念高中，然后30年前在这边工作。我是云林县的人，那我1年前才来住台中。那我现在退休可能会在台中中了，所以我关心台中所有一切的议题，包括铁道，我是最关心，因为我。这次这个计划从头都有参与，所以我希望有始有终来了解这个计划的结果。好，谢谢。各位好，我叫张金豪，然后我就读那个辅大社会系，所以对这些相关议题都比较在关注。然后我自己目前人在当兵，然后大概10所之后未来工作的职业发展，然后自己比较本身关注在社会企业还有原住民议题，然后希望借由在这个。这些启发，然后还有你之后的那个职业发展。什么时候对？今年6月。好，那过来，好，谢谢。大家好，我是读中兴大学，那我本身是台中人，住在东区。那其实从小就其实也常生活在这边，那也会听爸妈讲说他们以前在中区是怎么样繁华，或者是就非常多人在这边流动，那现在有一些变化。那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今年1月的时候，在新湖宫有一个就是台铁的那个后宿舍的那个座谈会，那场面是非常的火爆，就是基本上就是氛围就是格鲁克这边是年轻人的感觉的一派，那另一派是就是一些可能是有利益纠葛的一些比较年纪大的。那他们这样，所以你觉得是时代的战争？对，我觉得是时代的一些代沟吧。对，那就是希望可以继续追这个关心的议题，因为毕竟自己也是在台中。是。大家好，我在台中工作时，啊，对这个议题，谢谢，谢谢。大家好，我叫明子，然后我是台中人，之前在斗六读书，然后现在在新竹读书。然后昨天早上的时候，我有看到这个经验主讲的这个粉丝专页有放上，就是昨
天在新竹的活动，新竹车站活动是新竹东区车站地铁姐妹车站活动，然后我看到他的照片，很早就去排队的感觉，然后还有我很紧张，然后赶快去排队。对，然后我要顺带一讲，就是我今天拿到就是香港的一份杂志叫《号外杂志》，然后今年的二月号它是就是介绍台北，然后听说去它是介绍台南，然后我希望这本在香港杂志有机会来介绍台中。那我再跟张女士联络一下。大家好，我是师大中文，中文系的。好，大家好，我叫谢长廷，然后我现在读中央大学物理系，然后这是我第二次来参加社团，然后因为看这个主题蛮有兴趣，所以找你们一起来。大家好，我是志军，然后我是台中人，我在台师大读地，然后这是第一次参加社团，请多指教。大家好，我是郑勇，然后目前是台科大建筑系，然后之前先接触了 HiLight 这个纽约 HiLight 这个案子，所以看到这个演讲就觉得一定要来看看。大家好，我是林威廷，然后我来自高雄，然后在这边念书，然后之前我来过这里大概两三次，然后就是都没有搞什么活动，所以你说来中区站的第一次，对，大概在两三次，然后刚好这活动我想说来这里看一下。大家好，我叫杨成立，台中人。之前短短在建筑公司上班几个月这样，所以知道说这个总局现在这个位置对建筑师将来整个都市的发展非常重要。然后依稀自己的印象中，总局以前发展非常好，这样就通过我的年纪，所以就是知道说现在的有点没落这样，所以很期待新的政府能够让台中市再好起来，不然最近好台中市没什么。那么好的就是觉得说怎么样把人潮再带进来，还是说让？应该是整体要有一个规划性，然后是真的是有内涵，然后有不是全面的是纯商业发展。OK， 就是不要让它过度纯粹的商业发展，對對對對这样子不要过度，但是要有在。好，谢谢。大家好，我叫刘伟啊，目前在是那个中华民国体坛文化协会常务监事哦。那本身我们协会来讲，就是说以保存文化资产为宗旨啊。我本身是台中在地人，他家住那个台中北区红球对面哈。那因为本身来讲，我不是学像室内设计、建筑，我不是学这类科技。我以前是学那个资讯管理，后来转成科技法律来哦。然后因为就是说我在协会这边接触当中，我们就是把我们过去像彰化森林车库的保存啊，或者说像目前打火就是。旧高雄港火车站跟高雄市的火车站啊，就是这两个的过去的那个铁道废弃铁道，我们做再利用，就是做再利用做一个小铁道博物馆。那甚至于像最近像还有台北机场的一些案子哦，那因为在这么多案例跟那个实例跟这些工作这些以来，会发现到其实这工作其实要大家举社举力来完成。如果你是靠铁路局，或是单方面政府的话，他们的能力有限，而且他们意愿也不高。你铁路局他们才光你都是哎看几年啊，这种文化资产事业其实一定要在地的以及文化相关的工作一起大家共同介入才可以。因为我们在星期二也到立法院去参加公听会，就是那个就是台北轴线北门到南港这些轴线哦，这些公听会哦，那就是说我们这些主要文化工作其实也是要。包容不同思维的人，然后就是说做个就是说重点我们的立场要站，就是说这个文化资产不能被破坏。我们很可惜台北车站、基隆车站跟旧花莲车站都已经被破坏殆尽了，那我们在台中我们能够给子孙留下什么东西？而我本身又是在地人，想说就是说对于说过去外面所得到经验能够接受这个经验来回来这边跟大家分享这样。好，谢谢。谢谢。大家好，我叫黄燕玲，然后我来自中国一，然后平常喜欢在台中乱走，然后刚刚也是骑脚踏车从中正公园骑过来的，可是现在台中还蛮脚踏车不友善的，对吧、啊？所以希望台中越来越多这种，就是骑那个 U bike， 对，然后骑 U bike， 然后骑脚踏车，那晚上真的很恐怖，对啊，然后希望台中越来越多可以到处走，对，单车友善一点，对，好。大家好，对不起。大家好，我是尹璇，然后我是台中人，在旧城工作，就是在这附近工作。那刚加班就会走过来一点。那就是其实我也是绿区。
川工坊的一员，绿川就是公园演歌前面那条臭臭的河，对，它不是臭水沟，它是一条河。那就是因为就是我也是台中的神户町主角的粉丝，然后就是我的粉丝哈。但是呢，总之就是因为铁道跟绿川其实都是台中旧城一开始发展的根源。那其实这个铁力计划它也会跟绿川规划有些关系，但是很可惜，因为我们工坊的就是同伴们就是没办法参加那个捐赠铁力，那今天就是来收割成果的。收割，对，我欢迎任何人来收割。对，然后就是如果大家对绿川有兴趣的话，我们每个礼拜一晚上七点是在这个地方开会，就是感谢中区在这里。我是万宁，然后我是在台中在地的，然后现在在政大读中文双民族，就是上了台北之后变成爆品，然后所以想要，就是我希望我未来的工作是可以去观察台中过去、现在跟未来，然后把它书写下来，对，所以就是就我的想，所以把书写下来就可以把爆品把它变成文集。大家好，我是罗华勋。也是在地台中人，因为对这个计划有兴趣，所以来听这个讲座。大家好，我是张同学，然后我也是我本身也是台中人，现在就读中山女大。然后因为我本身就读的关系，所以就是对一直时代的一些就是我本身就是蛮有兴趣，所以就好，谢谢。大家好，我纯粹是我被叫来的，所以被动员的。好，没关系，那你听一听吧，哈。咖啡，咖啡，所以是动员他的。对对对，我们是在后火车站的居民，然后从以前就住在这附近，然后因为我求学时代几乎都在这附近，然后目前就读于成功大学建筑系四年级。那其实去年在九月的时候，文化部文资处跟东海大学建筑系有合办一个工作营，那它是在讨论台中市五个古迹的有关的计划。那台中旧火车站就是其中一个，那我们那组刚好是台中旧火车站这一组的做这个题目。那大概是总共是六七天的工作，最后有一个发表。那其实我们最后讨论出来的成果跟今天讲的议题还蛮接近的，所以因为当时的工作营的组合都是建筑系的学生，然后有来自中国、泰国，然后新加坡的学生，所以今天会想要知道有关于社会人士或是其他公民团体的声音，然后所以才来参加。所以你有参与这个文史部建筑的？不是这个，是文化部文资处那时候跟东海举办。对，感谢。大家好，我叫郭立。我也是台中人，然后目前是替代在台中八零三月服务，谢谢。大家好，我是鹿港人，但是我在台中投资两间房，一间在七期，一间七年前在中正路，刚好是台湾银行的正对面。哦，七期家好名。我冒险又投资了一间，但是在那里已经蹲了七年了，麻烦各位。帮帮忙，加加油！你是讲请我们帮帮忙，让房价提下那样？哎，我都买不起啊！我是少年郎，我都买不起。大家好，我是 Steve， 我是绿川工坊的成员。然后我看到这个他的抬头叫做绿通铁道火箭计划，然后我本身也是那个铁道迷，然后就说这个今天我看这个融合两个很棒的点，说一个是绿川。铁道高架后的一个环境的话，一个我把目前把它成为一个魔幻空间吧。然后我想说，看你能不能我的想法是说，有没有可能让失落的文化城扭转成为文创之都？我对它有很期待，谢谢。大家好，这是算是上一次来啊，我还印象很深刻是5月18号，去年5月18号，然后在这里也是这个星期五才分享。而且是站在上面做主持人，搬石缸隧道，搬隧道而已。那也是希望给大家有些希望和愿景。我们这个石缸搬隧的那个案子哦，在昨天收到了那个诉愿，那个环评已经确定撤销。我你还敢来公青公地去向啊？我还是很会向哦。我姓柯哈，我叫柯少真。那我现在在台中当律师。那其实有很多伙伴都看过了哦。那第二个议题就是说，其实我是台中中区在这边生活土生土长的人，那之前也有去绿川分享过，那其实对这里是很有感情啊。
那小时候的绿川是可以看到萤火虫的，是非常干净的一条溪流，所以我非常多的回忆是在这边。那很希望这边能够重建啊，能够发展，甚至于能够有一些儿时的记忆能够恢复。那另外因为有幸哦，有幸刚好担任台中市政府这个都市更新的委员嘛，那其实也很讽刺，说起来也很讽刺，因为前朝就是吴志强时期那个时候，原本其实在中区这边是有很多更新计划的，但是是没有落实，为什么？被哪里抢走？各位可能不太知道，是台中中庭，所以。目前台中市政府第一个优先计划就是台中州庭的都市更新。那针对都市更新，可能大家会印象是台北的文林苑啊，或台北的一些很大规模产品式的都市更新计划，但是其实台中比较不敢这么做，大部分是做一些楼的拉皮，甚至于去做一些房子的修缮，那这些补助可以高达70%。那一般好像假设不是在特定区的话，像台中州厅现在目前规划的范围从州厅开始算，民权路一直到公园路，然后自由路一直到三民路，这么大的范围可以补助70%。有人住那边吗？快，赶快修缮吧。目前这个是都市更新计划。地区，那时候在开会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生气，因为我们即将这个铁路要高架化，我们的市容第一眼印象其实就是我们火车站，但是他把它列为第二个计划，也许今年我们有办法在委员会里面再把它提炼成今年的优先的计划，因为每个年度有年度的预算，大家可能知道，所以也许在这个新的年度。会有这个提案，但是很扯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州厅它的范围架比要多啊，整个全区你只要所有的房屋、你的修缮、你的拉皮都可以包括在范围内。但是绿川的计划是什么？只有建国北路第一排、绿川西街第一排，其他的房屋没有这个优惠，没有这个待遇。所以这是我觉得很失败的地方啊。那我当然也是期待说，将来这边的房屋的那些修缮改造或是重建，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方案。所以我今天来听大家的想法，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想法能够带进市政府。还有一个工商服务吗？工商服务就是现在我在这个南屯的正品办了一个地景艺术节，台中地景艺术节，就是把这个桃园航空城所打造的这个名师小熊，把它搬运到了这个南屯的正品，那很恳求大家能够来看一看、走一走，甚至于我们的过年期间，真的很需要志工能够来帮忙。好，我们会请志工把那个我们水舞的志工会把那个文宣单张发下去给大家，大家来踊跃报名这个台中地景艺术节的志工。是，里面有我们活动的理念，我们全部都是民间筹资自己。自己花钱，没有任何公家的经费，所以恳求大家能够支持，谢谢。谢谢柯律师，谢谢柯律师，他在我们台中帮助了很多在地的团体，啊，不止台中啊，还有其他地方，他包含很多环境的公益案件，甚至这连这种刑事诉讼法的这种，包含集邮法的这种人权案件，他也有那个参与帮忙做这个义务律师的辩护，所以其实他投入很多这种公益案件，那。包含这像现在土地的议题，那所以大家待会可以看一下这个台中地景艺术节的这个单张文宣，然后也多多的去看他们的粉丝页，然后在上面报名志工。好，大家好，我是永远没有办法退伍的阿勇。那以前退伍的永远没办法，阿金马喜啊，我觉得我现在应该都还是无意的心态。是。那我以前都是待在网络上这样子去。观察这个世界，那我觉得说以后要更多的实际去参加一些就这种活动，就走出来就对了。对 ，OK， 好，要出柜的意思，从电脑出来。大家好，我是廷柔，然后我之前有参加过云科的折舞，然后这是第。
所以你是云林人还是台中人？哦，大家好，我叫欧弟，然后我是台中人，被妹妹抓过来。不过我也还蛮关心这个意思。好，那大家好，我是伟明。那因为我是前阵子有机会在中国工作过了，那在北上广深也都有稍微待过，然后后来回到台北，最后又回到台中。所以对于就是一个城市，大城市，然后到一直到我们家乡这里来，其实我有蛮深的一个感触。那我自己呢，就是因为还年轻，所以对于自己的家乡有很多美好未来的想象。那所以在这里，就是因为就是它的副标题啊，连接着城市过去与未来的记忆载体，这个是打动我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谢谢。大家好，我是沈智慧。我看到这个议题，我很想来参加，因为我曾经花了十几年在立法院的预算里面，我规划要求一定要规划，同时呢也带了无数处的老百姓，包括里长到台北去一起看很多公益会，包含抗争。现在看他预算通过之后，我退下来，然后现在盖完了，我很想知道那个隔绝了两边屏幕两边的繁荣，是不是可以打开这条线？谢谢。大家好，我叫柯维瑟，我是东海建筑系毕业的学生，但是三十多年了。那这个我现在就职在我们台中市大和社区协进会的秘书长。那我们学会长期在关心这个大楼跟社区的这些的议题。那事实上我们在两年多之前，我们也辅导这个青年大楼他成立的这个管委会，那这两年也辅导他在做都更整建的工作，那当然这不是今天主要的议题，那我也非常非常想了解在我们最重要的这个火车站铁路高架化之后对台中的这个影响，谢谢。好，谢谢。好，那我们大概稍微都自我介绍过一轮，那我想我不浪费太多时间，那接下来就是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那我要先邀请一下我们的主持人，他其实家园嘛，是我们好办共同工作空间的这个负责人，那他今天会来负责主持。那他除了在我们蛇屋的那个场地以外呢，那其实他也投入很多参与这个中区的这个社区人的工作哦。那所以他待会也可以稍微有点回应，那请他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讲者。好，谢谢。